战场，我们的战士有的拿着手榴弹的那么，在这个手榴弹的那么牺牲了，这手拿着手榴弹的打，有的是枪在那打，都在那牺牲了。我那时候我们战士那时候都在哭啊，我们战友都牺牲了，都在大战场大哥都在那哭。冰雪啊，我绝不屈服于你，哪怕是冻死，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。在新兵下连、士官选进，包括比武竞赛、连演连训，每逢重大任务期间，连队都会组织官兵重温水运营战斗历程，为的是让大家牢记冰雕连，缅怀125名革命先烈。